从2000年开始，由纪威教授倡导的，由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主办的从洛桑到北京国际纤维艺术双年展，至2000年的这个十月拉开帷幕以来，至今已经有20年了。那么今年呢是第11届大疫之年，来做这个双年展实际上是困难重重。今年在疫情的情况下，仍然有全世界1000多位艺术家来参加第11届国际纤维艺术展，这是在人类受难的情况下，让艺术陪伴人类度过苦难，这是一个说明了艺术是多么了不起的。众所周知，我们只有一个地球，一个世界，这个呢是我们共同的家园。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的大背景下呢，整个人类面临着共同的问题和挑战。由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创建的从洛桑到北京国际纤维艺术双年展，恰恰呢回应了同样这样一个主题，就是世界各国的艺术家团结在一起，共同构建缔造纤维艺术的精神家园。我觉得作为这个展览，它是跟自然跟生命跟我们的艺术跟我们的这个未来是有对话的。今年呢受疫情的影响这个没法在这个实地在我们一些具体的这展馆里边去这个展出，但是呢我想可能也因为这样一个特殊的这个时刻所以呢我们这些老师依托我们学院今年开发的一个这个线上的这样一个展示的平台，在很短的这个时间里边这个征集了1000多件这个作品做了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种展示。因为这个是主题也是共生共存，我觉得是对我们地球的一个思考对我们这个人生的思考，对我们未来的思考。虽然在网上，但是大家的精神情感仍然像纤维一样都相互连接在一起。我看到今年有一个金奖获得者是美国一位纤维艺术家共生的作品，这些作品一看，它是一个大自然里深藏的颐和万朵微妙的一个巨大的构想。应该说这个展为中国艺术家提供很好的平台，为世界艺术家们提供了更好的天地。非常祝愿这个展的话能够继续办下去，不仅跨世纪，应该再跨世纪，不仅6大洲，应该再走遍全球。我特别期待疫情早日结束，让洛桑到北京的所有的朋友们都能够相聚。再次的感谢各位。